我是一名中国公民，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能够保护我。我们是牧民，我们是百姓，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威机构能够关注我们，重视我们的诉求，希望中央纪委能够前来现场适时勘查调查，遏制这些畜生，消灭这些魔鬼，给当地哈萨克族牧民和各族群众打造一个公平安宁的生活环境。我是人，是一条生命，我想活着，想拥有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。我再次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、国际人权保护组织及国际社会能够保护我、支持我，希望全球各大媒体记者能多做一些有关我的报道，希望律师们能够为我提供法律援助。